21号到22号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发表联合声明，表态称不针对中国，但却指责当前南海存在胁迫和霸凌。美、日、印、澳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，却对中国搞麦克风外交，明里暗里指责抹黑中方，搅局、拱火、误导舆论，特别是美方在南海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，拉拢盟友频繁搞军演，对中方岛礁进行抵近侦察等。要说谁在南海搞胁迫和霸凌，谁在搞阵营对抗，美国当之无愧。今年4月，美国以联合演习名义将敌方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运抵菲律宾，至今没有撤走。菲律宾国安顾问日前证实，暂时不会撤出美国部署的敌方武器系统，还计划向美方购买中程导弹。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，按此前公开承诺尽早撤走中导系统，同时正搞非方不要打错算盘，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，只会自毁家园，自食恶果。中方工具箱里有丰富的选项，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反制。而中菲两国过去几个月在南海仙滨礁的紧张冲突，随着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撤离稍有缓和，但菲方称还会继续派海警船到仙滨礁，不会让仙滨礁成为第二个黄岩岛。菲律宾国防部长还称，如果中方强制移除菲方在仁爱礁的军舰，就是战争行为。张晓刚回应强调，中方对包括仁爱礁、仙滨礁在内的南海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菲方近日撤离非法滞留中国仙滨礁西湖的9701号海警船，这是菲方唯一的正确出路，有利于恢复相关海域和平稳定。我们敦促菲方不要心存幻想，误判形势，停止一切徒劳的冒险挑衅。对于菲律宾指责中国在黄岩岛用直升机干扰菲律宾的舰机，张晓刚回应强调，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，是菲律宾未经中国的允许强闯，中方依法采取措施驱离，未来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定维护黄岩岛的领土主权。凤凰卫视，霍伟伟、侯运，北京报道。